浮生，我正夺。阁下莫非就是此地之主，涂山红红？现在的我可是有大姐大罩着，有胆子过来啊！妖仙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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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程辛苦了。为何是你来送饭？你真当那个小娘们就是天下无敌吗？本庄主要灭了你们这帮涂山妖孽！你们快走！妖仙姐姐，我来告诉你东方血脉的秘密吧。他叫什么？好像是东方月初。涂山红红从不欠人情，说吧，想要我帮你什么？我想永远跟妖仙姐姐在一起。听说可能会有点痛，你们千万要小心人，尤其是那些到处受人欺压的雄性。我很不想因为记仇没人愿意理我，只有一只跟你们一样的小狐妖愿意陪我玩。快走。那个人生命停止的同时，也让姐姐的心停在了那里。我知道让妖怪相信人类有多么困难，但我相信人和妖一定能有和睦相处的一天。只要是你所想的，我都会替你完成的。你这个把自己一生都搭在我身上的人，妖道也不是强的人，你一样败在我的手上。而我倒是就这么死掉的话，一点都不想。为了我，你离开涂氏。我想和妖仙姐姐在一起，但我替她还上这份亏欠之情。为了我，你全力阻止人妖间的厮杀。就算姐姐的心留给我，但是爱并不在那里，因为欠酒而给予的关注不是人。姑且据说，我愿意用我们相识相知的一点一滴的记忆，以及我的全部妖力来起誓，让我来生相见。到了下辈子，你还能认得出